窝囊兽。尖枭兽这边需要支援。好，来了。啪啪啪啪啪啪啪！去对面好了，打屁股。好。嗯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掉下去了！我看到你下去了，我的队友，你什么都没看啊？哈气又得一分了。等一下，有一只跑去核心啊！我被推下去了。我也下来了，怎么这样？啊？你们怎么全部都下去？没事没事没事，读下来。核心附近有夹子，有夹子。不要啊！打到一下。哦，难怪他停了。哦，还有家伙吗？哦，还有，上面还有。大家伙。他要死了。哦、重可。死了、啊、接下来是这边有四只、啊、好像每边都差不多，左边的话比较少。嗯，那路线不变，只是左边这里可能要加盖几个稍微阻挡一下。嗯，如果说这里把它挖掉，哪边？堵这里，那他们就往上，全部往上一起绕过来，这样子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啊，还有250啊，怎么那么快？堵北湖啊！哇，我一个塔都没盖，存钱。速度太快了！啊，你走开，我前面。哎、欸、哦，陆行兽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有飞行的啊、哦？没有吗？要摇头晃脑，被打死！摇头晃脑啊！摇头晃脑！哦，那是。不要了，不要！我再跳下去了啊！这专制是有够。好了，剩团团了，而且他们全部都跑来核心嘞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跑到核心去了啊！对啊，好几只往核心那边去了，还蛮多只 哦。我来了，我复活了，我复活了，我要支援了。而且我哦，我掉下来。哦，可以爬上去，哎、欸。哦哟，核心被揍了一下。哦。啊！晃脑兽好几只走过来啦。嗯。哎呀！啊！哎！哎，不要再揍了，不要！啊！还有阻挠。啊！又掉下来。晃脑兽，晃脑兽，晃脑兽！一销售阻阻挠。阻挠啊！我被阻挠吐死了，我还撑着，我还撑着，可是核心被揍了一下，揍两下，4下，5下，6下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好痛啊！核心好痛。好了好了，摸太多下了，你摸太多下了，摸太多下了，你们超过次数了，打他的屁屁。有有，再打了，再打了，再打，再打掉一只，剩一只，大两大，打掉一只了，三两大三小啊，有了，好，猪刀都死了，猪刀都死了，剩小只的，三小在吐我啊，吐三，哎呀，好，好了好了，
剩下上面还有，还有一只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那个小怪打，小怪打被打掉了。期末考的加油！期末考加油！期末考加油！有。这你的考试，考你的如何挡下这一波。我怎么用？考你几何图形，出门解盲，拜拜。我卡点了，我卡住了。自杀吧！我这一场点的自杀应该有三次了吧？哦，会飞的，大家伙，自爆兵。有意思。哦，缓一下，然后是还有多少钱？180，只有150，还有1050，就是感觉是上你们就是左下角那一大块要盖多一点嘛，左下角太多都会走那边的，我们全部都集中在这一边啊。对啊，还要盖什么吗？我前面这边塔好像有点少。嗯，有了，升完了。这样啊，这感觉这边这个范围全打得到。Let's get started。为什么我的钱变多了？你打了把钱塞给你了。你钱怎么都没钱？不是都没钱？我钱怎么会一直变多？这里还可以升啊，这个雷士还可以升。你是白宝袋吗？哇，你还有9个那个东西可以盖，有个塔。嗯，我这缓速把它升大一点好了，把范围包广一点。好，然后我去做个路线，等我一下。做个路线，这次那边出24只小只的，下面出哇两大哎、欸，两个重装的。我记得之后他会出那种会破坏的，会啊，这关会。那不知道出哪一边。我的印象是上面。哦，这是我的印象。嘿，对，这里应该是这样。好，没有了。二 set， 可以。我挡这边那个小只的。好，那我去那边打三个窝囊兽。哦。窝囊兽，好了。第二只窝囊兽，我真的用肉体在打呀！我死掉了，哎呦，用肉体，你的肉体被他们带走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挡下这一几只小只的。好的，他怎么跳过来？你怎么跳过来了？哎、欸，哦，后面有哎、欸，哦，陆行兽战士，有一只往核心去了，有一只往核心去了，来了。他在弄我了。你回来，我在这，我的肉体。哇，两只哎，天哪！跳！哎，我掉下去了，拜拜。哦，我解决一只。哎呦！
啊，有坦克哦，有坦克需要帮忙。死了死了。核心的。你是用那个三发的自己弹下去啊？没有，他自己弹进去那个他们的窝。重咳嗽。坦克需要支援。有了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啊！我又掉下去了，拜拜。这里真的是很容易摔下来，这洞太多了。真的。还要死了。结束。哎、欸，啊。拿夹子，我再去布阵一下。夹子。布阵给你。给你布阵，等一下，是这样吧？先盖一个这个好了。啊哈，这里要盖小秘方。Are you okay? Ready. 不要盖小秘方。Ready. 这边应该没办法。盖什么了？就先这样吧。哦，敌人来袭，小只的啊，会击退的。哦，尖销售，左下角有会击退的。嗯。嗷！啊！来！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退了，不要再退了，快死了，不要再退了。啊、哦！这是哪里？啊、哦，下来了。哦。好了，我阻挡你一下。哦。哦。行，先打我。啊！我被揍到奇怪的地方。哦。我这里挡了快十只金销售。哈哈哈哈哈。各种推啊！哦。你就左闪右闪，左闪右闪就可以躲他们了。对，啊，别吸啊！加里油！核心需要支援。哦，全定住了。什么字？我什么字？我什么字？核心，他，他打人开心了。不要再吹了！啊，不要去！你不要再吹了，你吹太多下了。哇！啊，死了！核心剩多少？我死了。有三千一，还可以。我每回合会帮他回10%的血，所以还行。不要。好，剩下尖销售。嗯，还有鹿形战士。这里还有一只鹿形。在干嘛？死了。他在天上摔倒了。在哈基那边的鹿那个吧，尖销。嗯，哇！他竟然在玩弹幕游戏啊！在玩弹幕游戏了。来了，从后面支援。我来了，我远远射就好了。哎呦，哎，卡住了。应该在另一边让你们射屁股。有只偷跑了。有些看我了，走开啦。哎呦，哎呦，好了啊，还有一只在路上是不是啊？一只偷跑了，哦，那只偷跑了，那他应该被炮台弄掉了，他应该被炮台打死。左，哦，下面有 boss，
哎、欸，第七回合 ，BOSS 出来。这是上面的有一只 BOSS 在这里。这在这里啊、哦。对、嗯，但是他会直接往核心路走过去。对。哇！我去拿陷阱。那不，那好险，我们上面他没有很多，好像不会踩陷阱。他不踩陷阱。嗯，因为你刚我们上一关的时候，那个这种东西不会踩陷阱。哦、对耶。啊！希望我左下角炮台不会被破坏掉。左下角好像不会直接走，不会走过去。对啊，他不会走过去啊，所以我说就没事啊，他起码不会坏。嗯，他就直接走下面核心了。哇！只能全力以赴了。对，直接开始了，就不盖东西了。不盖了，不盖。好，出来啊！他先来、啊，雷射炮。喵。不行啊，太早瞄了，我们没办法打他。哇，全爆了！出来，要让他出来。